鲜，海洋为我们打开全新世界，巨浪推动前行，潮涌蕴含力量和改变。人类从面向大海开始，实现跨越，开创未来。清晨，辽东半岛渤海湾畔，在晨曦映照下，一所拥有百年历史的高等学府大连海事大学又开启了新的一天。作为中国最早的高等航海教育学府，大连海事大学已走过了100多个春秋，其前身可追溯到1909年，晚清设立的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，至此揭开了中国高等航海教育的历史篇章。摇篮大连海事大学。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，中国高等航海教育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。1953年，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、教育部决定，将上海航务学院、福建航海专科学校整建制迁往大连，与东北航海学院合并成立大连海运学院。实为我国唯一的高等航海学府。1960年，大连海运学院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。1994年2月，经国家教委批准，学校由原来的大连海运学院更名为大连海事大学。学校经过百年的历史积淀，已形成严谨的治学理念，鲜明的办学特色，开阔的国际视野，有的专业已达到亚太领先、全球不落后的水准，这些都构成了百年海大的基因延续。践行学会百川、德济四海的校训，传承坚定、严谨、勤奋、开拓的海大精神，聚焦海事特色，服务国家战略，争创世界一流，始终是学校前行的使命与责任。2009年6月6日，大连海事大学又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起航，坚持特色，对标一流。如今的大连海事大学已形成多学科协调发展、专业结构优化的体系格局，构建起具有鲜明航运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。所谓大学者，乃有大师之谓也。教师是一所大学的灵魂。海大的快速发展吸引了众多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，以千人计划，长江学者、具有教授职务的高级远洋船长、轮机长为代表的优秀拔尖人才，为学校的教学、科研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。对于海大来说，
每培养一个人才，就是为国家航海事业的发展尽一份力。从这里走出的每一个人才，都是国家航海事业的栋梁，他们肩负着建设海洋强国的重任。海事大学的人才培养和教学机制，创造出最好的研发平台，一批批标志性科研成果相继在这里诞生，一个个行业重点实验室在这里创立，一个真正属于航运人才的学科殿堂正在不断地呈现精彩。学校在传播通信导航技术方面走在了国际前沿，发挥了技术引领作用，培养了大批的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海事技术人才，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走出去，请进来。学校先后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1所著名院校建立了合作关系。2007年，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国际航海工程学院建立了大连海事大学海外校区，打造出航海人才培养国际化的战略布局，开创了中国高等航海教育输出的先河。今天，大连海事大学特色教育与实践创新双轨并行，成为航运专业人才的摇篮。特色鲜明的办军事管理，培养了学生优良的品格。临风远航队曾先后12次驾驶无动力艇横渡黄海、渤海，锻炼了学生坚毅果敢、勇于拼搏的意志品质。通过实践平台与专业基地建设，培养了学生勇于创新、科学航海的作风。对于学生培养他们的科技创新能力、实践动手能力是十分重要的，我们努力为学生创造更多更好的机会，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自己、丰富自己，使他们更快更好地融入社会。全校现有大学生科技创新协会、大学生艺术实践协会、青年志愿者协会等各类学生社团200余个，会员超过1万人。海大学子用创新奋斗谱写青春。万里海城，玉昆城鹏，专用教学实习船玉昆仑和载货教学实习船玉鹏仑的相继投入使用，实现了海大人建设远洋实习船队的追求，为高素质航运人才培养保驾护航。学有所长，学以致用。从海大走出去的无数学子，今天已成为国家航运事业的中流砥柱。他们代表着海大教育杰出的累累硕果，成为海大的光荣与骄傲。今天，在这座锻造航运人才的殿堂中，你看到渴求知识、努力奋斗的年轻人，航运科技创新开发的创造者，传道授业助推成长的领路人，百年海大，岁月留痕，莘莘学子皆成栋梁。
继往开来，海洋对于我们仍然是一个全新的开始，仍然有新的目标需要我们去探索和追求。承载着中国高等航海教育的时代使命，寄望于民族航海之梦的伟大振兴。大连海事大学追逐着世界一流海事大学的梦想，乘风破浪，扬帆领航。